我来看一下，在那个飓风啊，尼可，今天11月10号在那个佛罗里达海滩那个附近的登陆啊，然后呢会办啊。我看到天上有一个像筛子一样东西啊，很平很平，就像那个什么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手在扇子的。扇子的那个那些美人呐、啊，拿了那个扇子啊，是平的，不是折的，不是折起来扇子，也不是那个包胶扇，是那个丝绸做的扇子啊，面是很平的，面是平的啊，就好像在天上一个面很平的，一个东西在天上啊，在一个天上，在天上一个平，下面的面很平的在天上，慢慢转悠了，转悠了，要大摇大摆啊，大摇大摆啊，然后就忘不了。大摇大摆，忘北了啊！大摇大摆，忘北了啊！让人们产生那个心理上，产生震撼，呻吟声啊，让人家心理上来产生那个震撼，来呻吟声音。因为那个大雕像马上要落成了，人家会突然一下子进的，可能心脏有点承受不了啊。先让人家那个在那个这个一个圆的那个像个扇子一样那个材料啊，现在让他们呻吟呻吟啊，呻吟呻吟，先让他们呻吟呻吟，这样呢，因为注意力关注到这里的时刻呢，突然看到一个大雕像呢，不会吓到了啊，不会把人吓到了啊，不然的话把人都吓到，突然发现这个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吓到啊，然后趁着那个那个风啊雨啊啊，人家注意力关注在那边的时候，突然然后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个大雕像啊，是这么样的啊，这么一个啊，这么一个设计啊，所以开始啊，然后所以要到那个风啊，会到那个地方去一下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一下，最后到纽约新泽西那个部位啊，走一下子啊。让人家心里上先适应一下子啊，心理上先适应一下子啊，后面的那个后面会对人很大的冲击啊，会对人很大的冲击，有点他们有点不服气啊，天然就不服气，搞了这么几年你们无动于衷，我不信这次门不把你们冲击到心理上彻底来个击垮你们才怪呢啊，心理上击垮啊，把人家击垮。然后呢，先来这个呢，先缓和一下子啊、哦！我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